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ET 财智 Talk。 哇，最近美股那边呢真的人心虚怯啊。上个礼拜发生了很多的大重大事件啦，今个礼拜都要看埋 CPI 啦，咁多因素，大家究竟美股点走，今日即刻捉啊，加上理财 Jackie 上嚟就倾下偈。